为什么我来今天来北门神经部国小请小朋友吃拉面？其实我觉得是不管在哪里灾害，还是碰到灾害天灾的人都需要帮忙，还有别人的温暖。这里的小朋友也是那个碰到心理上很大的伤害，那所以我想要是先要帮忙，还是要打气鼓励。感谢我们野崎先生，让我们吃在嘴里，暖在心里，谢谢。